为了要降低机车事故死亡，交通部研拟明年起分两阶段增加机车路考。不过驾训班的业者认为，机车路考容易有自摔等受伤的状况，因此建议投保还有理赔要规范清楚。检查后方来车的移动方向、速度跟距离。来到驾训班练习骑机车，教练先提醒上路前最重要的概念，后在指导检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扣分关卡。目前机车考照还没有实际路考，但交通部研拟分阶段增加。透过机车驾训班来取得驾照，在违规率的部分可以降低到超过二分之一以上。那在肇事率的降低也是可以减少三分以上的。根据交通部公路总局统计，截至今年八月底，交通事故超过24万件，造成2000人死亡，其中机车事故近1300人死亡。机车增加路考，盼能降低伤亡，初步会先采示范方向推动，时间落在明年。驾训班业者坦言，还没收到政府相关配套措施，有点无所适从，尤其机车容易有跌倒自摔的情况，相较于汽车而言，学员更容易受伤，因此保险理赔也得考量进去。若衍生的费用全由业者来负担，成本也一定会反映在学费上。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，他如果受伤的话，其实这部分在保险的部分可能还要跟金管会那边再讨论。业者强调，将机车纳入路考是好政策，但也希望尽快订定明确的配套措施，让他们先行规划试行，以免仓促上路造成混乱。记者王庭、孟昭全高雄台北报道。